今仔日我要讲的故事是贪心的老阿婆啊。哥哥鸡，哥哥鸡，哇，有鸡母在生卵啊！伫田庄的所在，有一个老阿婆啊。老阿婆啊，饲一只老鸡母，名叫阿虎啊。老阿婆啊，真疼惜阿虎啊，因为阿虎啊，若生卵，伊就有卵通食。一天生一粒卵，两天生两粒卵，生少侪少侪卵。食剩的卵，老阿婆啊，就摕起咪卵变质。只要愈强愈济，老阿婆啊，买个少欢喜的，老阿婆啊，买个嘴笑目笑。有一天，老阿婆啊，心内咧想，唉，阮阿虎啊，逐天拢甲我生一粒卵，如果我若逐天拢加一颗饲料，无得卡。阮阿虎啊，一天甲我生两粒卵，一天加生一粒卵，两天加生两粒卵，一个月加生三十粒卵，一年就加生365粒卵。安尼，我敢毋是真正就好过好个？老爸愈想愈欢喜，决定。对第二天开始，就给阿虎啊加一颗饲料。